1082年的羊，天天吃。你要炖大骨头的啊？你是负责煤，我是负责的，抽个时间赶紧炖着。看你手艺了啊！对，给你炖大肉吃，你喜不喜欢吃？ 你这用手往里炸，你把那个水都倒溜了。再焯点水。烧胳膊了啊！没事，喜不喜欢吃？等着啊，一会儿就熟。再焯点水，要倒点料酒，加点白酒去腥啊。 这是葱姜，今儿这豆里酱香劲儿的。没累吗？我不累。啊，好嘞。俺自己就是长大了，他是。舒服吗？他可舒服了。 这上面有点血沫，再把它洗一洗一点，然后再接上。别说的，何时何时，还得你来。慢慢打粉呢。不累。二十。 长的肉了呀，不长肉啊，你们这。直接开水的。啊。我拿过来。酱包，酱包。我这羊他要平常也穿点素的，别吃。哦，这吃的挺正经的。哦，平常一斤一斤还。嗯。光嚼可不好。 你看，除了这个菜，干妈一个人在乎，健康的一个人在夸了一着。我累，天都香。把这葱姜，大葱大姜。上锅。别生气。咱俩这料包，不用放那个桂皮香叶了，这个料包往那一放，挺好。来点黄豆酱。黄豆酱不多哎。 来点白酒，放点老抽，来点生抽。